一个就是三阴成印的风泥的出土。这一个可以确认的话，我们现在应该是东汉时期三阴县城所在位置，地中遗址应该没有问题的。第二个还是出土一个重要的一个实物，考古实证的话就是发现的会稽郡壁的铭文砖，这个我们也能看出来，基本上是楷体字的，它应该是六朝时期的郡壁砖。壁呢，就是一般在早期的都是皇宫的墙壁所用的砖，它是叫壁，可以确认的话。汉会稽郡所在地，真正的三阴县城的所在地。